生死各半，本来就是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五十。我把我的五十也给你。
老胡，胡半夜，老胡，二娘，胡半夜呢？胡半夜，你大爷的！你要干死我，就弄死你！你看，醒醒！哎，差不多行了啊，你都躺了20多分钟了，你这，干什么去？哎，你这，你边上去。啊，胡姐，这是奇迹啊！我们明明看到你被大浪拖下水，我还以为……你以为老胡就没了是吧？我跟你说，我们老胡福大命大，造化大，是吧？连阎王爷都不敢收他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怎么下来了啊？啊，对。羡慕那个链子，后来就失去知觉了。要么怎么说九死一生啊。老胡，你们都没事吧？我们还行，就是多灵自打上来了就一直昏迷着，还有点发烧。还有我发现他的伤口有点腥臭味。我这胳膊上是什么？像是一种文字，或是一种符号。我看肿起来，像南边那些奇毒哎！你别胡说，他挺饿。先别说这么多了，赶紧想办法给他降温吧。哎，还有什么办法？现在在海上，就算拿海关人来，他也没得救啊！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怎么就没救了？观音菩萨咱们请不来，但咱们至少有件菩萨的衣服，一翠二玉三玛瑙。古玉可以保尸体不腐，把那翡翠宝衣给多灵盖上，说不准能保证体温。对，翡翠宝衣，快拿翡翠宝衣，快的，给我。搞不好啊，还给我辟邪呢。对，盖上。哎，哎呀，保佑我们早点上岛，不然还有什么办法？可是，我们现在是在珊瑚螺旋，我们是开了十几天的船才到这儿的。
什么时候算个头啊？再这么晒下去，就成鱼干了。真是活受罪啊！不过话说回来了，活着总比死了强，是吧？我跟你说啊，这回我真觉得自己死定了。你知道当时那一瞬间我想什么吗？上面太热了，到水里凉快凉快呗。不是哪儿来的大水耗子啊？你一边凉快去。我不是哪儿凉快已经哪儿待着去了吗？吓我一跳。啊！哎，别推我！去。啊！船！船！我把你们给盼回来了！回来！你这变洋气了，你这还？小胡呢？小胡？小胡，这不要紧吧？哎，没事。哎呀，前几天岛上监测到珊瑚海域有巨变，急得我呀，哎，真是死的心都有。幸好救援船把你们给救了回来，不然的话，我会后悔一辈子的。那个陈教授，能回来再见着您也算是我们万幸啊。那所以以后这种九死一生的事儿，您找别人去，以后甭再找我们了啊。对，另外那个镜子我们给您拿回来了，没事您自个儿照去吧啊。万幸啊，学弟啊，你身体没什么大碍吧？我们都挺好的，就是船家的那个女孩现在正在抢救呢。哦。
他就缺心眼儿，你知道吧？哎哎哎，挤的谁呢？我可听见了啊！哎，明叔在呢，正好前台啊有一香港寄过来的箱子，是你的。香港寄回来的啊？明叔，这别不是你那债主把你儿子那手指头给寄过来了吧？这血淋淋的这，赶紧看看。看看吧，这没准还夹条腿呢。多灵身上那种印记像是一种毒素，这不找人过来试试吗？您想，既然这大夫这都不行，也不妨一试，希望能好转。
他说，多灵中了一种非常厉害的奇毒，就施在那个金表上。这种毒素一旦碰到鲜血，就会被触动，毒素就会附在其身上。 表示我在船里拿的，给我姐的。是我害了我姐，在北门看供养。古，三，你先别激动啊，你也别自责，咱先问清楚这事儿啊。那个，白老大，您问问，那怎么除这奇毒啊？费碎宝仪能暂时留住他一条命，但毒素不除。 最终难免一死。那怎么除这奇毒呢？白老板，有一种药可以治，是一种草药，非常难找。他说有一种罕见的草药能解除这种毒素。什么草药啊？得问他。不是，你别走，你先别走，你还没跟我说怎么去这奇毒呢？只有三株木可以去。什么？三株木。 三株木，他说三株木。你竟然活着回来了，你的倔强反而救了他自己，什么意思啊？ 恭喜你，还活着。您这上面全是洋文，我也看不懂啊！哎，对，我给忘了。三株木可解奇毒，长于巴蜀地什么村？这上面的字迹太久了，有些都已经看不清了。是啊，这要以村为单位的话，咱们得找到什么时候啊？也算是给了我们一线希望了。 这阮黑林中前把古猜还有多灵都托付给我们，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，咱们也不可能活着回来。就算把这四川的村子翻遍了，我也要找到这个解药。愿意再陪我走一趟？ 挽救多灵性命，履行对逝去阮黑的承诺，胡怕以百般无奈之下，决定抓住三竹木这一线希望。深入重峦叠嶂的巴蜀腹地，跋山雄险，蜀地幽奇，此一去，不知铁三角又将遭遇怎样的怪异诡谲之事。 笑着，痛在起伏的人生之
还漂泊，我不能再重复之前的沉默。无尽的黑色不去向往着，那看不见的还在闪烁，是我是你我承受不起，却还寻找的光与热，却还寻找的光与热。怒海深沙电闪雷鸣，足以穿过风浪的背影。沉浮不定是宿命，无尽的黑色不去向往着，那看不见的还在闪烁，是我是你我承受不息，却还寻找的